这礼拜我们要到新竹县时光国中。好，姐姐，我们提着去。险降坡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人骑脚踏车上下学，所以我们开设一个叫时光奇迹的特色课程。我觉得你也太 lucky 了吧，被徒弟刺到哎！如果你在这里拍的话，就只能拍到这个拱桥。每周六上午10:30准时收看。